你有小包子吗？这是什么表情？这样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。不喜欢吗？不喜欢，妈妈吃掉。还要？喜欢。喜欢？那你要说喜欢啊。喜欢。对，然后喜欢不要摇摇头，喜欢是点点头。对，喜欢。对，小包子又来了，我们点了两笼小笼汤包。小包子好吃吗？好烫吗？你看在冒烟，要小心哦。哥哥的小包子吃了吗？还没，因为我不想吃肉。你不想吃肉？一个人帮我吃。好，我帮你吃啊。那你给我。还有吗？还有。还要。你放在我的汤匙里哦，我的汤匙里。还有汤包，还有汤包。这里。还有汤包。汤包吗？哥哥很奇怪，哥哥吃汤包只吃皮不吃肉。就是板条面皮而已。啊，对啊，那就是面条吗？刚刚呢，妈妈叫过嫂嫂洗碗，然后呢？妈妈，你帮我吧。不一样，这个比较糯。跟水饺很像吗？哇。好吃吗？那个不一样，看我为什么会这样。看不如汤汁。好吃吗？要先炒好不好？妈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又湿又湿。